爱多美创造并分销高品质的产品。我们每天都使用的东西，例如洗发水、护发素、肥皂、牙膏、牙刷、美容用品、化妆品、保健品等等。爱多美致力将这些高端奢侈品推向大众市场。这种策略被称为 Masstige。爱多美的概念是让消费者能够进行品牌转换。爱多美具有绝对质量、绝对价格的精神。这意味着爱多美致力于确保其产品的质量，与客户支付的价格无法比拟。如果所提供的产品在质量和价格上都无与伦比时，那么切换品牌就是这么简单。谨记，绝对质量，绝对价格。其质量甚至比设计师品牌还要好，而售价只是其一小部分。爱多美是一家网上商城或线上购物中心，注册和建立账户容易，而且是免费的。是的，爱多美是免费加入的，一旦注册为会员，您就可以独享爱多美的产品。下列是成为会员的好处：从爱多美购买产品将获得积分，称为个人积分价值，简称为 PPV。每个产品都有个别的积分价值，您的 PPV 累计是永不过期。您只需要每年购买产品一次，不论价值多少，以保持您的账户状态为有效，而这不会是一个问题，因为您喜欢爱多美的绝对质量和绝对价格。当您与其他人分享爱多美的秘密，让他们成为会员，当他们购物时，您都可以赚取 PV。 那 PV 是什么意思？它是佣金，是支付给您的现金。这是零售的新时代，爱多美将消费者放在第一位，并奖励他们的忠诚度。尽管有些会员只是选择购物来满足个人需求，但许多会员还是决定将其会员资格发展为全职，成为有利可图的业务。让我们更详细地了解会员制度的原理。假设您向表妹真推荐爱多美，因为您非常喜欢使用爱多美产品。您成为她的赞助人，并且给她您的会员账号，以便她可以注册为爱多美会员。然后真会自动在 A 市场您的左分支下注册，然后您向朋友亚当推荐，他就在您的 B 市场您的右分支下注册。亚当可能在加拿大或是中国。爱多美会员资格是全球性的，然后您、真或亚当可以赞助更多会员加入您的左右分支，您的 A 或 B 市场。他们是添加在你的分支上的，而且他们也不一定要住在您的国家和地区。您的每个市场分支都会产生 PV， 还记得吗？您拥有自己的 PV， 而且您的市场分支每天都会产生团体 PV。 一旦您的 PV 超过10000，例如从购买爱多美洗发水或洗面奶中获得的收入，并且每个市场分支每月的 PV 超过300000，您将获得佣金。您的每个市场分支中只要符合条件的，都有资格获得相同金额的佣金。您的市场越大，集体 PV 越大，佣金就越高。值得注意的是，保持市场平衡均等很重要。团体 PV 是以比较小的那个 PV 量计算的，这是爱多美成功秘诀的一部分。努力是永远不会浪费，而且不止于此。随着您的市场网络的发展，集体 PV 也将增加，而您投入的努力将会带给您更高的大师级别，带来改变人生的奖金。
您可以通过绝对品质和绝对价格的产品来发挥爱多美珍爱灵魂的理念。您可以将此分享，并以此获得丰厚的回报。您可能已经在 YouTube 或爱多美频道看过爱多美奖金制度的视频，在我们的平台上，您可以找到更多详细信息。而且，爱多美成功学院和研讨会将为会员以及准会员定期提供鼓舞人心的支持。绝对的质量，绝对价格，您可以信赖的爱多美。